人这一辈子，从你到世界的那一刻起，你注定要度过你漫长的人生，经历无数的磨难。走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会遇见各种人，有朋友，有敌人，有知己，有爱人。活着就要过得精彩，真正让人变好的选择过程都不会很舒服。你明知道躺在床上睡懒觉更舒服，但还是一早就起床。你明知道什么都不做比较轻松，但依旧选择追逐梦想。这就是生活，你必须坚持下去。人生的旅途，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，都会到达终站，都必须下车，没有例外。要珍惜当下每一天，人生最需要珍惜的时刻，无非就是天真的童年、激情的青年、享乐的中年、天伦的老年，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日子。人生如梦，岁月无情，蓦然回首才发现，人活着是一种心情，穷也好，富也好，得也好，失也好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